好，由于今年起呢，到现在仍然是持续发生多起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。那么，为了防止酒驾事故发生悲剧，展现警方酒驾零容忍的决心，玉里警分局是特别规划了专案勤务，全力来防治。由于今年到现在仍然持续发生多起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，为了防止酒驾事故悲剧发生，展现警方酒驾零容忍的决心，玉里警分局特别规划专案勤务。20号的晚间，玉里分局长亲自带队到 KTV、卡拉 OK、热炒店、小吃部来加强宣导，切勿酒后驾车。好，哎呀，他们喝完酒离开，注意一下，看他是有没有骑车，有没有开车的。也呼吁民众酒后绝对不可驾驶自小客车、骑乘摩托车或慢车，请务必找代驾、亲友接送或者搭乘计程车返家。然后来宣导那个民众的那个酒后驾车。哦，好，是，一直都有，我们都帮他们叫计程车了。玉里分局会表示全力杜绝驾驶人侥幸心态，即日起规划强势作为，分析各易酒驾肇事路段、时段，编排取缔酒后驾车、守望、测速等勤务，请民众切勿挑战公权力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